今天浩哥又带你来一个真正洛杉矶的网红店。哎呦我，媳妇儿给你加油，看能不能咬掉啊。大家好， guess what? Today we have a surprise guest appearance by famous 浩哥。你说我是美国人，然后我这一辈子都还没来尝过这个 pink 热狗。然后早上浩哥起来就说，今天我特别想吃热狗，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俩就想，没来过那家店，去尝一尝呗。我听说过他们忙的时候啊，老忙老忙啊，这里都派对的。早上好，浩哥。可以了，二哥，今天要带你来好吃的了。洛杉矶比较有名的 hot dog 吗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probably just like， 是不是感觉 like 啊，就是个热狗 ，right？ 但是你不能那么想，热狗如果你要是把那温度调的正好，里边超 juicy， 然后外边还有点那皮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今天浩哥又带你来一个真正洛杉矶的网红店。真正网红。对，等一下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明星人到这来合照。啊。对。今天能不能来明星人呢？我想跟他合照一个。没准今天我们俩幸运还能看到明星。Will Ferrell、Celine Dion。那大家有没有认识的？有，肯定的。你给我。Oh, that one looks good, spicy. 这样就别太爽。多少啊，小伙儿？ 42, 21。哎，我超喜欢谁呀、啊，好玩的 ，Betty White。喜欢的。Yeah。 因为你们知道 Betty White 说过什么呢 ？Betty White 说过 ，Life's too short. Every day you should be happy. 这里一二三七。Cheese。今天的美餐来喽。服务员上菜。我们的大餐来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这真是太大了！哦，那个是 Aussie spicy， 那边是 the nacho fries， 这是你点的 pastrami， 你看看这肉好好的，剪的旁边还有嘎巴的。Yeah, 你先尝尝这个， okay. 我已经投了一块你那个 pastrami 的肉，不好意思。是吧？多丰富！这个是 pastrami， yeah， Polish dog。然后里边是 master， 还有 cheese， 我吃了啊！你没咬到 pastrami？ 嗯，Oh my gosh， 这 pastrami 有点太多了。You just keep biting it。没事，那个不用擦掉啊。你的嘴巴旁边还有 mustard， 还有油，这是你吃到香的东西的证明。看着香是不是？再来一口。吃下就停不下来，嗯，咬手指。浩儿要也咬这边，行啊，我要那个大肉的边。嗯，怎么样？反正这肘的 juicy 在中间，然后外边那个香肠那皮就是有点脆脆的感觉，是吧？对呀。It's very good, especially this. 下一就是 nacho fries。你看这多丰富。重要是那个 cheese 和 bacon。还有 bacon， 好久没出来吃美食了，解馋。解馋。能解几天吗？这是 my spicy。Erica ordered this one, and I'll get the first bite. Oh my gosh， 这有点沉呢，真有点沉，我感觉它要掉了。这个盘我就自己就拿走了。哎呦我！嗯，这个好吃，哎我去。辣不辣？嗯，其实不辣，一点点。要是那个 guacamole 里边有 jalapeno， 就是辣味。哦， Aussie spicy， right？ Yeah， 给你咬一口、啊。我来吧。先给你们吧啊！浩哥，加油，加油！媳妇给你加油。看能不能咬掉啊！
还行，嘴够大呀。主要是这个是真 juicy 啊，真好玩。对啊，因为它有 cheese 有 guacamole 啊。再来一口。其实啊，我们小时候啊，那个年代是，现在不知道，现在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热狗啊！你看，正好说上不去了，吃太饱了也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是父母太忙了，说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吃热狗，然后整点 chili dog、cheese dog、parmesan cheese dog。但是我们呢，小孩超开心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吃热狗了。所以今天也给我们一些回忆的感觉。该走了，咱俩去溜达了，我们还是下次再见吧。拜拜。拜。看这个洛杉矶就这么有意思的。二，你哭啊！完了，掉了一个。